莹，只要你现在醒来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你最爱的糖葫芦，这样的糖葫芦我还准备了100个，只要你能醒来，我就用这100只糖葫芦迎你过。夜华和云贵的太师公说，能以药为你续命之事，我内心有多么欣喜，因为我还没有失去你，还有机会可以弥补。可太师公说，能不能醒来，得看你的造化。我们家莹莹一向是福星高照，所以你一定能醒来。醒来你就嫁给我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。莹莹，黄药茶笔下流放，流放你身旁，你何仓皇罢了，干脆还是遗忘。我要这万人同享，做你嫁妆。